过年的时候在家里哦，那个放假放很久呢。没错，那就来打任天堂 Switch。是啦，没错，这款游戏呢，就是之前曾风靡台湾的 Wii 运动的 Nintendo Switch 版本，一共收录七种运动：足球、羽球、保龄球、排球、击剑、网球，还有高尔夫球。那过年呢，就不用出门，在家挥动 Joy-Con 就可以身体动起来，家人一起开心的举办运动派对。而今天比赛的项目是击剑，首先互相观察对方的动作，找出破绽，并击中对手身体的格斗运动，把自己的剑跟对方的剑如十字般对峙，以进行防御，并等待时机反击。那马上要来欢迎本组的游戏嘉宾欧颂平方。欢迎欢迎啊，优质的男团女团，新年快乐。哇，平方今天虽然是来玩游戏，在后台也跳得很快乐哈，谢谢你们，哎，欢迎欧颂。好，那来先分享一下，哎，应该都有先玩过击剑呢，哦，谁来分享一下啊？我文婷，我刚刚在后台的时候有跟蓉蓉学姐小小切磋一下，学姐，她很强，是学姐，学姐，有偷练哦，蓉蓉，一般般啦，一般般，不要很谦虚，现在讲得很谦虚，然后到时候开始的时候，对，待会就毛起来哈。好，除了他们之外呢，还有两位是在粉专上面，因为参与了游戏，所以呢就可以上台来的两位观众朋友。好，欢迎，请上台。欢迎欢迎，恭喜在红白的粉丝专页玩了任天堂活动幸运的观众朋友。呵，来来来，欢迎欢迎。那这样，既然那个欧颂跟乒乓都有人玩过嘛，我们先玩一把给他们两个人看，先示范赛一下好不好？谁来示范？谁来示范？欧洲我们就请文婷喽，那乒乓我们就请蓉蓉喽。好，好的，来加油，加油加油！文婷对上蓉蓉，蓉蓉加油，蓉蓉加油，开始，准备 ，Let's go， 准备好了，游戏开始，开始，直接第一场，蓉蓉加油，蓉蓉加油。可是我都还没看清楚哎，那再一次哦。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回放。一二回放，好好玩哦。你刚不是有练吗，文婷？蓉蓉真的很强，太强了。蓉蓉一下，让一下，蓉蓉加油。好，准备，游戏开始。加油加油！哇，加油！文婷加油，文婷，这有时候也不能急啊，还是要靠点运气。文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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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哦，完了！哇！兄弟，恭喜你，好好玩哦，而且画面好生动哦。但是文婷辛苦你了。厉害厉害厉害，辛苦你，谢谢。蓉蓉太强，对不起我的团员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好。恭喜恭喜！好了，接下来请两位观众朋友就位。这个胜负很重要，因为它攸关下一个游戏。下一个游戏呢，赢的人可以来做预测者，预测者 winner 呢还可以得到大礼包。OK， 加油！我们这边帮 Karen 加油。慧敏加油！慧敏加油！慧敏慧敏慧敏，加油 ！Karen 也加油，慧敏让他知道你的厉害。来喽，第一回合游戏开始。准备。你的这个姿势，感觉非同小可啊，慧敏。哦，两位。慧敏，慧敏姐。哎，不是，哇，哎，我都还没开始转播，他就，哇塞，这应该是谁啊？红队很旺。Karen 赢了吗 ？Karen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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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慧敏，这样这一局就要演了。我觉得他需要一点男团的力量，加油，给他加油一下，加油，加油！你如果你按这个那个 Z 啊，他可以防守，他可以防守。对呀，要教他一下嘛，哦，他会他会。来，我们这边就让他自己自生自灭。加油，慧敏，他已经够厉害，相信你可以的。开始，比赛开始，加油！哎，要防守，要防守。Karen， 啊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赢了，我们 Karen 赢了，红队又赢了。Karen 又赢了哦，不是，因为刚刚这两次好像都过得太快了。再看一下重播慢动作。好。哦，实至名归，超厉害的，2-0胜出。
恭喜恭喜。好，来，现在请大家跟我一起走上大舞台，因为下一轮的游戏马上要开始。那 Karen 你跟我先走，因为你是个 winner， 待会你可以来预测一下下一个游戏呢谁会赢，是乒乓队会赢还是欧颂队会赢。如果你预测对的话会有大奖可以拿，如果猜错的话大奖就会变成刚刚那位女孩了。 OK， 但你也有安慰奖参加奖好吗？好，任天堂很大方的哈。来，现在请所有的男团女团男孩女孩们各就各位，各就各位。接下来要 PK 的是 Nintendo Switch 斯普拉顿三。这个游戏的主角是个鱿鱼哦，化身成人类，在场地中到处泼洒墨汁涂抹，涂抹面积较多的队伍获胜。但如果你一直努力想击倒对方玩家，却忘记涂抹地面，你的对手就会赢得比赛哦。Karen， 来，请你告诉我们一下，你心目中觉得哪一队会赢呢？欧颂吧。他刚才站在红队赢了。但是他现在选择白队欧颂，哦，就是变心意就对了。确定哦，谢谢。这就是向我们拼分，胜券在握。好，来，我们就就这边观赛的位置喽。来，请移动。好，现在欧颂拼分已经就位了，准备了。好，现在的所有的环节都准备好了。哇，这个场地呢，叫做真境跨海大桥。好，都到齐了，现场。准备好了，比赛请开始。哦，这是红队吧？这个就是白队啊。Are you ready？ 开始。哎，步步为营，步步为营啊！我现在看到白队这边的攻占范围是比较多，是比较快。好，红队加油，红队加油！马上先把自己的领地画下来，好吗？队长，首先帮你扣，你扣的战力非常强哦。你扣，你扣，加油！我个人呢，战略这方面我还是比较倾向于步步为营了。就是呢，你如果一直忙着要击倒对手的话，你就忘记涂抹地面了。所以同时你要兼顾这件事情还是非常的重要。哇，神射手来着，像二打一的状态。哇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不过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好。哇！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白队，现在红队还剩三支，现在是白队的队长，强强强，冲冲冲！新的一年我们都要冲啊！冲啊！对 ，fighting fighting！ 哦，哇哇，生动的画面，战况目前是非常的焦灼，哇塞！过年就是要玩这个啦，任天堂。哎，看起来。看起来白队的面积好像比较多哦，是吗？但是另外一队也很厉害啊，不要放弃哦，加油！运动家的精神，对，持续的往前攻进。来了，加油，加油！待会现在红队呢还剩三位玩家在线上。Karen 如果预测正确，可以得到 Nintendo Switch OLED 款式白色主机一台，以及 Nintendo Switch 运动游戏软体一片。他预测的是欧洲获胜。哇，红队现在目前还是岌岌可危啊！但是他们现在豁出去了，他们什么都不管了，现在锐不可挡啊！哇塞，展开进攻，终于开始反击了！哇！太精彩了，太精彩，堪称史诗级的伟大的战役。是的，红队现在火力全开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哇，乒乓的成员玩到嘴巴都合不起来了哈。哎，小心镜头在拍哈，嘴巴都张得开开的。哎，我现在看起来红队还是有希望哦。你想赢，我比你还更想赢啊！新的一年都要赢啊，不要放弃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哲言好投入啊，哲言，你现在你要放松一点好不好？哎，哲言，我们只是玩个游戏而已，好吗？我们只是玩个游戏而已。祖安也是都好投入，我都笑不出来了，你看看。加油加油！现在时间只剩下倒数25秒。嘉诚，你笑一个啦，你结尾妖精，你不要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你那么严肃过。好，冠军也是哈，还是要帅帅的啦！加油，要倒数15秒的时间了。哦，加油，撑到最后！不只要技术，还考验一点运气、眼明手快、你的手眼协调的能力。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
好了，来看看这有人自己站起来，觉得嘉诚觉得自你们赢了吗？看一下我们的猫咪裁判给我们的分数喽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结果是哇 ，Karen 百分之正确，恭喜你预测成功哎！恭喜姚正获胜！来，两位观众，来出来。所以啊，这个 Karen 很厉害了，他本来是乒乓这边的，结果观察发现欧仲的团队蛮会玩的，所以你预测的是欧仲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就是标准的见色忘友。好，那颁奖，你也有奖品可以拿。对，恭喜慧敏获得任天堂福袋一个，恭喜恭喜恭喜！是在检讨吗？你们可以到前面来。乒乓好。来，我们是友谊赛，都很开心的哦，欢迎大家过年在家就这么玩起来了。好，那请问 winner 可以得到什么呢？ winner 可以获得 Nintendo Switch OLED 款式白色主机一台，以及 Nintendo Switch 运动游戏软体一片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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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天哪！哇，好薄的主机哦，这个待会再补给你了，好，真的会送你，真的会送你哈。好啦，谢谢两位可爱的观众朋友，也非常谢谢乒乓的加入，谢谢，新年快乐！最后也谢谢欧总，新年继续努力，好，谢谢，新年我们就这么玩吧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那么电视机前面有观众朋友们，你们的福利的时间到了，现在呢，你就可以立刻到我们红白节目的粉丝团，回答你最喜欢任天堂 Switch 的游戏名称，一样有机会能够获得 Nintendo Switch OLED 款式白色主机一台，以及 Nintendo Switch 运动游戏软体一片。今天呢，我要再次感谢任天堂带给我们全家能够一起玩 Switch 游戏机，过年不用出门啦，身体一定要动起来，因为吃很多的年夜饭啊，然后增加了很多的脂肪之后，一定要跟家人朋友们一起来家里面，马上就可以举办这个运动派对。